2017年2月14日，长安汽车旗下的高性能全尺寸旗舰 SUV 长安 CS95 在北国冰雪之地长白山举行了盛大的冰雪试驾。本次媒体试驾是继长安 CS95 亮相2016年广州车展之后举办的首场试驾体验活动，共同见证了这款代表长安汽车最高水平、中国最强蓝鲸 2.0T GDI 动力的长安 CS95 在雪域之地的精彩表现。-30度的极寒天气，突如其来的大雪，在这样极端的气候环境下挑战多项超高难度试驾项目，对车辆是一项非常严苛的考验。长安 CS95 核心的动力系统，最强中国芯加全球第一的爱信 6AT 变速箱加博格华纳智能四驱系统组成的黄金动力三剑客，蓝鲸 2.0T GDI 发动机是长安汽车历时6年100%正向研发，可实现最大233马力、爆发360牛米的最大扭矩，配合强大的爱信 6AT 自动变速器液力增扭功能，起步瞬间可将发动机最大的扭矩放大到720牛米。在冰雪路段的 U 型和蛇形弯道测试中，通过 ESP 电子车身稳定系统的辅助，能够迅速调整车身姿态，避免失控，实现帅气过弯。坑洼路面细小的颠簸会被长安 CS95 舒适的悬架过滤掉。作为高性能全尺寸旗舰 SUV， 长安 CS95 肩负了长安汽车品牌向上的重任，凭借强而有力的极简设计、黄金动力三剑客的豪情驱使、智能化安全的全方位保障，让长安 CS95 此次冰雪挑战圆满收官。长安 CS95 试驾会上的抢眼表现，为长安的新品年开了一个好头。强者强于心，相信今年3月 CS95 的上市必将带来更多惊喜。